这一片是那个用 cheese 再加那个九层塔去煎的脆片，很香。很认真哎，而且你那里面也有包下水饺，对啊，很西式，然后又不是很常见到的味道，喜欢吗？嗯，太棒了。每周日晚上8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詹姆士出手料理。